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月初二的 AM 新闻，我是郑家豪。新闻一开始，就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香港民众昨晚冲到占领立法会，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暴徒，要来影响到民心。今日的下晡落大雨，各地头拢传出着淹水灾情，各项交通拢受到影响。彰化发生到在内米受到天气影响继续大落，家己的火龙果也惊大出继续变歹。头先咱来关心到国际新闻，香港回归中国22年啊，唔呐，民间举办了七一大游行，有大批民众要来欢送中，在暗时的时阵冲破立法会的大门，占领到机场，在饭店的时阵，武装警察也用催泪弹驱离这些示威者，也将这些示威者赶离开立法会头前的大路。暗时七点半左右，示威者拍破一边大门玻璃，再拍开铁门，成功进入立法会。抗议的民众从下午就不断的尝试要来攻破立法会的大门哦，经过多番的击破呢，他们终于是在下午晚上大约是9点多的时候，冲进了立法会内，把整个大厅都给占领。示威者占领立法会，大厅内底人是吵，并且在边用喷漆声换上中的抗议诉求，要求撤回都换掉了。群众在进入立法会之后呢，更是直接上到二楼，进入了这里专门在审理法案的会议厅里头。他们不止呢在这四周围的墙壁呢喷漆喷上了抗议的字眼，也在这主席台上呢挂上黑色布条，写着没有暴徒，只有暴政。在香港的过分中喷乌漆，个人写太阳花 HK， 甲这摆占领受惊，甲台湾2014年太阳花合温来做比较。冲进去立法会，示威者情绪激动，警方嘛无先驱离，暗过差不多占领10多分钟，多民众化撤离。另外一边则是有人希望坚持落去，应该留落来还是离开，意见无同。希望大众社会团结一致，对抗恶法，对抗暴政，共同守护香港。大家有不同的决定，大家有不同的方向，就是因为我们是没有大台的，每个人都为自己负责，对吧？你想走你可以走，你想留你可以留。会议厅示威者渐渐退到立法会外口，饭店过不外久，红布警察在过路口也大型的兵牌，手提警棍啊，一直向示威者挖棍，并将路障拆除，爱示威者离开。随后就发生几落粒的催泪弹，展开驱离。面对强势警力，民众一直退后，为立法会外口走去下雪道，双方不对立，暗过身后，人就渐渐离开。警方将车路全部清空，无甲爆发冲突，结束七一反送中抗争。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市委的民众昨是冲到立法会来占领着议事厅，未输是香港版的日头花运动同款。特首林郑月娥也在透早4点的时阵召开记者会，批评着这些示威者是用着暴力的行为冲到大楼内面，也强调讲要追究这个违法的行为。美国总统川普昨也表示讲，大部分的人拢是想要追求民主，所以有一挂政府算是无希望民主来发生。香港示威者占领立法会议事厅，这一幕看起来那参像是2014年台湾的日头花合运占领立法院议场，伫咧香港嘛出现了。特首林郑月娥真罕见伫咧透早4点召开记者会，并且强烈谴责。The second scene that we have seen, which really saddens a lot of people and shocks a lot of people, is the extreme use of violence and vandalism by protesters who stormed i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over a period of time.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seriously condemn, because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林定元五认为，警方伫咧七月七日处理暴力行为表现了真控制，但是对违法的行为一定会追究到底。英国外交大臣韩特伫咧竞选保守党党主席的期间，嘛持续关心香港反送中的示威活动，一直推文当中强调讲，英国对香港以及伊的自由唔那支持，阁真坚定，但是反对暴力的行为。中国外交部是表示讲，中英联合声明当中和英国方面有关系的权利义务，都已经全部有执行。英国方面无权利干涉香港的事务。一段时间以来，英方频频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横加干涉，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们奉劝英方摆正位置，停止以任何方式来干预香港的事务。要多做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事情。七日，美国总统 Trump 在白宫和媒体问到对香港抗议事件的回应。Trump 认为示威者是在追求民主。Well, they're looking for democracy, and I think most people want democracy. Unfortunately, some governments don't want democracy.香港七一示威后，明是发出声明，呼吁有关人士要自我控制，并且透过对话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自香港看台湾，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又搁再发表着对香港反送中的看法，要来听者香港的少年朋友，认为香港政府应该提出诚意来解决问题。另外，外交部长郭昭燮也伫咧网络发文，认为讲香港民族会遮尼啊愤怒，也认定讲一国两制只是白贼话。另外，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认为讲，即卖香港就亲像过去2013、14年的台湾，台湾的政治发展会当正做予中国做一个参考。香港反送中抗争升级，初一暗时示威者搁占领立法会，甲警方爆发激烈的冲突，希望号做香港版的日头花。总统蔡英文今日嘛，搁一届对香港表达支持的态度，认为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追求民主自由的愿望是同款的。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香港，政府哦，可以拿出诚意，只有诚意的面对、诚实的面对社会的冲突，才可以解决哦。蔡英文嘛，伫人面前扛台湾香港歌手，为着要写湾七一大游行所共同创作的歌曲《天》，表示讲会继续关心香港的局势，希望香港的少年人拢平安。风吹不停外交部长郭昭燮嘛伫推特发文，认为伫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的时阵，香港的民众煞遮尔啊受气嘛，遮尔啊艰苦，表示讲中共政权的一国两制不过就是白贼话，希望讲国际社会支持人民争取自由甲民主选举。台北市长郭文哲嘛对反送中抗议发表看法。香港现在局面很像2013、2014的台湾，非常像，就是说那个民怨没有解除了，所以他就一次又一次的抗争。所以台湾在政治上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可以给中国大陆很好的参考。郭文哲认为，台湾在整个华人世界里面算是社会进步最头前的所在，很多发生在台湾的事件以后也会在华人世界再出现。台湾在民主政治的发展面顶虽然说不是100分，但不过有很多成功的故事值得参考，这也是对岸在观察台湾的时候要去思考的。记者综合报道。从香港民众去占领到立法会，也甲警方也发生了冲突。这个和外界号做是香港版本的日头花运动，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也批评到香港政府用武器来对付到这些民众。也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也讲到爱支持到民主自由，反对任何的专制独裁。也讲到这个香港版本的日头花运动，一定会影响到台湾的总统大选。香港反送中民众一号暗时攻占香港立法会，最后警方放催泪弹来清场，被外界称为“太阳花学运”香港版。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拜祭过行新册发表会，也谴责港府用武器对付老百姓是唔对的。我说香港的一国两制的试验是失败的。我最早所有的候选人里面，我是最早讲，这个英国制的这个部队用这样来对付他老百姓是不对的，我要在这谴责。郭台铭讲，台湾太阳花学运当时行政院长江宜桦无用武器对付老百姓，因看出国民党官道对香港情势。前新北市长朱立伦讲，支持自由民主，反对独裁。
我们也希望香港能够非常和平理性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港府一定要尊重民意，赶快的化解掉。朱立伦认为，香港反送中一定会冲击台湾总统大选，因预计民进党会将台湾作反动型选战重点，争取支持。另外，高雄市长韩国瑜是含着罢免风波，最近民间团体发起罢免连署，叫人伫宣传时被骗给能。那谢谢啊，我就尊重大家的看法，非常感谢大家。面对罢免争议，韩国瑜真低调，暗过依法罢免案要就今晚一年前推动，因公司今年12月25获了后才能上镜，了后需要20到60天的作业时间。就算韩国瑜初选胜利，决定投资2020总统大选，也将无法度在同一天将伊罢免。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天气是炎天赤日头，西北风落地中昼后，也今日气象局也发布了下晡的大雨特报，各地头也传出了积水的灾情，亲像在新北市的新庄的新树路地下道，以及着桃园北地中兴路淹水真严重，现场是围起来，提醒民众爱行白道。另外在桃园以及着莺歌一站的铁路，因为淹水的关系，火车袂当过。双线暂停行驶。转台一直就大雨，土地挂着石头。桃园大溪下晡的大雨造成台四线车顶路街路段拢是雨水，过路的机车技师拢真细致，就惊发生车祸。大雨也致使大溪三元一街路街所在土石崩落去。除了帮助影响交通，大雨也致使新北新庄区新树路的地下道出现积水。现场尤其红色线提醒民众要戒道。另外，中昼过后大雨，桃园北地的中兴路顶路段淹水也真严重，一度深度有20公分。警方除了伫现场疏导交通，并且请怪手来协助挖出一条水路。桃园路更是一度淹到30公分，致使小客车双向无法度通行。鼓山工业区也是淹水真严重，警方也尤其红色线。另外，铁路交通上，桃园莺歌段之间因为积水淹到铁轨路，双线暂时未通。气象专家表示，这波的雷阵雨雨势甲雨量拢比预期要搁较大。它的实力量比较没有办法预估到有这么强哦，这最主要还是受限在科学的限制啊。所以这场午后雷阵其实来的并不算突然，只是它下的真的是又急又快，所以造成这个短时间的这个淹水的一个状况。气象专家分析，大雨三号对较缓和。离气象局下晡已经对八百基等15县市发布大雨特报。面对各地陆续传出积水的灾情，双北灾害应变中心拢已经三级开设。而因为雷雨的时间差不多33分钟，桃园航空气象台统计，总共1件8航班出境，5航班发生延误。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来，咱来关心着屏东昨发生咖喱亚风的灾情。在屏东南边、南州昨下晡发生咖喱亚风，拢总有9个人受到轻伤，有2个钟头，大约是数十几户的人受损，7000多户停电。今仔日总算是恢复用电了。不过，县政府以及着国军也斗三工来拼。另外，农业的损失大约超过100多公顷。外口的风真大，农民惊甲秘伫公寮内底，唔敢出去。想袂到风愈透愈大，尾仔就连奥托拜嘛去用吹甲倒去。惊到人的风原来是咖喱风造成的。屏东南边南州交界初下晡，有一个外形清楚的老岛型的云，沿路经过南边定安村，还有南州万华村，敢若伫南边省道，就甲车辆扛棒，还有2栋主体嘛拢吹倒，民众险啊去用吹走。顶悬是着伫顶悬问题，这嘛是拢无路用啊。啊，规个这拢变成安尼，没有效果了啦，已经半全毁啊！足大台的呢，拢夹出去，啊，我伫遐吼，哦，一直要徛袂住，吼，赶紧要走入来门，搁关咧。有一间庙仔，就伫咖喱仔风的路线面顶，那铁铛街去用吹掉，就连顶伫涂骹的钢架嘛飞到3楼去，甲树柜弄倒。拢来啊，足紧的啊，无紧莫拼，走无路啊，紧就好啊，莫会跌就好啊。有民众的厝遐无气，厝里落雨积水，不得之下，干来当甲公妈的牌位请去客厅。咖喱仔风的路线超是3公里，总共造成9个人受伤。
房屋受损真严重的嘛有十五户，啊，若是敢若塔门歹去的嘛有几十户。两个村因为甲李亚峰四界密密麻麻，县政府早起嘛派大型的机械来斗三工拼，国军下晡嘛有派五十个阿兵哥来斗三工。我农作物的损失哦，有莲雾啦、椰子啦、红龙果啦，哦，大约哦差不多十九公顷啦。南州乡敢若莲雾抓到损害要八十五公顷。初步估计，两个乡农产品损害要一百公顷，县政府嘛会过来勘灾。另外，恒春半岛半暝嘛落雨超过一百公里，真侪路段出现积水，啊，佫有十个游客被吊伫咧石牛溪水头，去予消防队来救倒来。好佳哉，雨渐渐啊变小，都无佫传出灾情。记者做报道。台大校长关中敏进前予法警讲，伊摕一周刊来写物件赚稿费，检察院也认定讲伊是违法兼职。公务员听改委员会今仔日下晡开庭来审理，关中敏也存亲心出庭，也批评讲，若毋是台大校长选举的事件，家己也袂互逼家爱站出来。也讲到伊过去一年是受到政治的迫害，当权者敢若找到稿费的证据，就要改定罪。校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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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一月通过弹劾，并送公听会审理，并且第二号下晡三点开准备定诉庭。重点是，我今天为什么会被迫必须要站在这里？这就是来自过去一年铺天盖地、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追杀、政治迫害的结果。这些迫害者们要去调查到我二十年的所得税资料，而且逐笔检视，然后要求所有的单位都要详细交代跟我的来往细节。经过这样子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找，他们能找到的证据也只有一个稿费的收入而已。观众面批评为台大校长连算事件到即马年关，家己遭受真侪抹黑，在法庭上将这份有先准备好声明稿，讲予法官听，真一摆讲到政治迫害，最后引用美国人权运动者金恩博士的名言，并表示家己希望是受政治迫害最后一个人。法官回应会依照证据做出审判。我一直用了一个成语"声闻周纳"，"声闻周纳"这四个字用在这里太恰如其分了。声闻周纳就是不根据事实，巧妙地援引苛刻的法条来入人于罪。关中敏也引用出租书记库里列段的成语，形容家己的处境。伊就跟前社长裴伟是担任证人出庭，正是关中敏担任公职期间，伊原来写社论，一篇演得到两万五。啊，不过伫关中敏是台大学者时阵，就已经咧写了，也表示检察院对我所讲真侪篇社论，其实毋是关中敏所写的。李合议庭即摆以本案属于社会瞩目重大案件为理由，主动开放民众来听，创下公听会首例。按算八月一个举行严肃辩论庭。记者综合报道。一个囡仔考试，规家是无闲气气。大学指考今仔到了第二天，今仔日是考国文、英文加数学，有要五万人做伙来考试。其中国文这科已经有两年无考写作测验，有不少考生也认为讲题目有较白话。另外来看英文科的部分，有考生也反映讲爱看的物件有够多，写到最后时间有较无够，另外阁爱结合着图表来写新闻类的内容，时间有影真逼。台北市下晡熊熊落大雨，拄考煞英文的考生暂时倒位嘛袂使去，开始讨论只考第二天考甲安怎。主题还蛮明显，就是如果你有稍微有看出一些关键字，是蛮容易抓到题目的问题。英文科取材真多元，最近的非洲流行、刚果的乌卡皮，你拢放入去题目。但是阅读测验字真多，爱一直看去想伊的意思。最后的作文是结合图，要写出美国青年关心的新闻，甲家己关心甲无关心的新闻主题甲理由，时间无啥够。前面字的地方就比前几年都难。作文写一半没写完？我有及时做一个 ending 啊，但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结局。我就是把它写好写满啊，就是用海量取胜啊。
高中老师讲，今年的英文是真有挑战，有且每一表的分数会下降。甲英文来比，真侪考生是认为国文算简单，真生活嘛有认识历史甲科学的课题，感觉硬背的题目真少。国文就是看细心啊，然后文章蛮长的，不要看太慢。对，会需要转来转去的去找答案吗？哎，不用。它不仅是阅读理解，而且是要能够实际应用，在同一个题目中间两种能力都具备，这是蛮新颖的一个方式。只考第二天，有考生因为游行出水珠，被人刷去美容市场；，嘛有考场有噪音，到咧会跳灯的状况，好佳哉拢顺利排除。只考第三天，敢若剩社会组、地理、历史佮公民，根据气象预报，又完真热，下晡又过会落雨，考生爱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接下来，咱为台中看台湾。日前，台中市政府宣布讲，为明年正月开始，要减少着台中火力发电厂四成脱碳用量。也到达台中市政府，搁再宣布讲，每年十月到过年的四月，敢若用五组来发电。不过，因为这段时间不是热天，搁再加上台中的空气污染较高，所以这段时间无要来用。不过台电也表示讲，若是强要来调整，恐惊影响到全台湾的用电量。这些空污制造源，那严格重罚绝不宽待。这个年底我们会有换照，争取对我们更有利的空间。台中市长卢秀燕市政会议发起“抬头看天顶”的运动，强调台中市空气污染的改善进程，一定会做到让市民有感觉。啊，不过中部火力发电厂占四成青团的使用量，空污危机间发电机组嘛要增半。非空污季的时候，因为是夏季，那通常也是我们用电量比较高的时候嘞，可以给它比较多一点的生煤量。空污季的期间的话，允许它大概五部机组可以发电。台中市政府严格落实减碳政策，对中火先开刀。明年一月开始，青碳使用量原定降做1260万吨，决定搁增四成，降做1104万吨。换算下来，差不多减少36亿度的电。另外，过去台中市空污危机间，就是每年的十月到过年四月，中火发电机组对十部机组降做5台机组发电，中火发电量降真多，恐惊会冲击到全台湾的电力网。综合来说的话，减煤。应该会影响啊，至于影响的程度，我现在请台电在评估。是煤的限制，机组也限制。如果天然气的供应没办法完全，那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台电要如何来发电？那这势必会影响到全国的电力稳定。台电强调，减碳政策是未来的电力政策。天然气供应量是毋是好多天气中火减碳所带来的电力缺口？中油表示，佫要和台电开会评估。燃气的部分如何去做调整，我们必须要跟台电取得进一步的联系跟评估。台电表示，台日用电高峰就在下晡1:40，差不多3500.5千瓦，是今年以来用电第五高，比转用量率是13.93%，有关维持供电稳定历史顶好。按过明年中火减碳四成，搁再加上发电机组增半，在用电量滴滴增加的情形之下，稳定供电是愈来愈困难了。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报一则一减二顾的好消息。为着要减轻着家庭照顾者的经济负担和压力，花莲县政府在七月时阵要提出两项新的政策，包括着亲属照顾津贴，以及着家庭照顾者设立着家托据点的专案，要让家庭照顾者除了会当顾家己厝内时段以外，也会当照顾其他三位的失能者，有经济补贴，会当减轻着别人的压力。办安赛活动经过。大桂林轮背60岁的柯姓妇人，两年前因为因安中风，需要在边仔照顾伊，无得继续工作赚钱。但这几年来陪着因安做着复健，嘛不断学习摕着照顾服务员的证书。107年阁接受500点钟的照顾服务经验，顺利在今年7月份顺利交托站固定。很多失智失能还有残缺的阿公阿嬷，你要用。用很爱的心态去关怀你。如果说有3个，应该是5万没有问题的。文管部统计，目前桂林县老人人口占全县的18%，推估需要长期照顾服务的数量达到28000人，家庭照顾者大约10000人。但真侪人为着要照顾厝内人，失去家己的头路无收入，现在希望透过补助无障碍设施等等，
会当成为搁啊侪家头的骨点，和搁啊侪家庭的长辈就近会当受到照顾。靠一个照顾在老大人哦，靠一个照顾啦，哦，安尼对在老大人。家里牺牲，莫讲看袂起大人，要走总的去看哦，足无方便的啦。啊，一个人吼，啊照顾家己的人，佮加上照顾三个吼，咱长辈是大，安尼呢，伊就有一寡收入，会当帮助吼，伊的家庭吼，即经济稳定啦吼。这是咱正目前真正要推行的，一个家庭托顾站啦吼。文化部表示，目前关怀完全认证，并且第一线服务的照顾服务员大约1300多位，来当设立出来托顾据点。除了咱在厝中照顾家属，上侪讲加照顾三位失能者，确保经济来源。另外，今年7月份开始，第五年关也是用爱照顾失能的老人倾向，无工课收入，每个月拢领到3000块的津贴。记者吴林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着国际新闻。当结束的 G20 高峰会，才听到讲到中美贸易战要较甜的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处在初一的时阵，又搁再提出着针对欧洲的关税清单，也就是在今年4月，因所提出的清单，要搁再增加着89个油项，也因为加关关税。澳洲卖去到美国的商品关税总额会到250亿美金。经过路透社等外电报道，可能被美方列入追加清单的澳洲商品，包括苏格兰名产威士忌，还有意大利的起司橄榄，另外还有猪肉等农产品。美方今年4月已经启动第一摆对澳币超关关税措施，商品金额210亿美金。一号宣布准备追加的89个税项，差不多是40亿美金。尽管250亿美金的总金额甲美中贸易战几千亿美金比起来是无虾米，按过背后原因是美澳之间伫商用飞机制造业方面斗了15年，因公司有史以来上大规模的企业贸易争端。根据美国甲欧盟的前身澳洲共同体在1992年一项商品协议，美国波音公司甲几个澳洲国家合资的空中巴士集团，每一个新机种研发计划金额1/3，应由各自政府透过比市场利率较低优惠贷款资助，行政期限上长应达到17年，同时各自有一定程度优先权，也就是澳洲国家竞标时优先选择空中巴士机种，美国是优先选择波音。按过波音公司在2004年指控澳盟甲空中巴士集团滥用协议的优惠措施，和波音面临无公平竞争。美澳双方都在 WTO 展开15年的官司大战。波音甲空中巴士伫商用飞行器的领域，每一个类别拢有占方相对机种。比如短程客机方面，波音737的对手是 A320 系列。中等程有波音787加上777，甲 A330加 A350系列系列比拼。波音指控澳洲方面滥用优惠的待遇，空中巴士甲欧盟也输人唔输阵，指控美国空军的新型空中加油机计划故意摆渡来自澳洲的对手，优惠波音的 KC-46。路透社的报道指出，美国打算在8-9月之间 WTO 做出仲裁进程，将超关关税清单准备好，未来看仲裁内容，阁决定下一步行动。记者综合报道。说到来，咱来关心着劳工的权益。中央航空罢工到今是13天。不过，即马是无结果。劳资双方今日透早针对着要签订团体协约，展开了第二届谈判。不过，这个会议进行到点外钟，也阁是无共识。中道雄雄讲要请拜，也在中央航空也讲要登到公司来开会，也工会也就地来进行着会员代表大会的投票作业。不过，好佳哉有劳动部非常积极来处理，靠这个双方的人。阁回来继续谈判。代表中央航空协商的空服发布，甲人事部门各三位副总，甲桃园市空服员，只要工会干部再度谈判，原定顶礼拜六要签团协，却对秋后生效定期无共破局，再去重启协商，劳动部呼吁双方先伫大方向找共识。我们积极的希望劳资双方能够秉持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把团体协商的部分。以大方向、大原则来做这个最大的共识。
会议开始将风行针对七号生效日期告知表示，工会组长所有罢工会员往后回家罢工前合理状态。主方反问如何定义罢工前的合理状态，经过一点钟无共识。我们目前的对案跟上次一样，公司的对案是说他们的说法是希望比照之前技师工会的版本，但是因为技师工会的版本其实就是合乎法规而已，没有再更多的前进，所以跟我们有一些落差。这场闭门会为10:15无共识后，就由劳动部处长固定协调团委，按过到中道拢无进展。12:30，团出这主管表示爱回去公司开会，无法度确定何时会用回去协商现场。桃园市康复馆这工会也回应，那工会在就地进行会员代表大会，劳动部强调老人。11:35中会谈判，只是电话经过卡关，2:40再度休困。所以你现在是希望他们直接进入到回协商会场？来，但不想去开会嘛？小心后面的摔倒。协商到底卡在倒位？高雄市第二劳动部处长刘树河无回应。罢工到第13天，交通部长林佳龙也发挥，希望劳资双方对进行控制的争议先放一边，先签团协，和罢工赶紧结束。涉及到罢工矿职的部分，如果有争议。好，我们也希望说这些争议啊，能够用一个机制后续再去处理。双方对新的六大方案进行讨论，到尾啊拢无进展。六大方案包括无抽后生效以外，也有扶贫奖金、过暝航班、劳资争议甲防护员参加人评会、工会会员回复稿议题。劳动部表示，希望双方言讲就讲，时间无限制。记者综合报道。今天在中营航空罢工的现场，来了百外位空服员的家属，讲要来给因加油。也在另外一方面，也传出讲，有空服员若是要提登三项证件，就会去丢掉工会会员的资格。也工会也否认到这件代志，不过也搁再来强调讲，如果提登证件要登去上班，就违反到罢工的守则，会伫大会内面决议给因除名。南崁罢工的现场，下晡有食饱的家属赶来，原来是空服员的爸爸妈妈包两台游览车，特别来给查某囝加油鼓励。资方把所有的媒体、还有名嘴、还有一些各种的用不择的手段来跟他们空服人员做，他们把这个责任全部都归属他们。我们家属已经委屈12天了。公司有留一盏灯，就是捕蚊灯，今天晚上11:30之前要回到公司，想回来的案例。然后没有其他的选项。这妈妈咪讲，资方是集团看到查某囝工课真委屈，替伊抱不平，伫飞轮机面顶烫着伤，该继续飞。现场阁有家属生气，甲淡水杯啊伫遐滴骂。罢工变作长期抗战，传出讲有部分的空服员想要甲三宝摕回来，无遐多顺利，而且阁有可能面对去用取消工会会员的资格。如果已经取回三宝的话，他这个会籍的问题就是会有一些争议，所以我们会交由下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决定。工会表示，想要领回三宝，一定要本人来写申请表，绝对无必空服员来签退回申请。啊，不过若是甲三宝领回去了，回去公司之外复归，就违反罢工规则，会交予后一届大会决议除名。啊，若是实际有领回去三宝的数量，工会无愿意公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要防止天狗日，有影是步数真顶。在高雄是本土天狗日上界济所在，卫生人员也发现讲，发生着群聚感染区域的附近有一个菜市啊，顶下卡的河旁定定积水拢袂干，也因为安尼，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人也找人用着无人机来抓药啊。另外，在台南也新增加着两例本土天狗日的案例，也因为是地域性的群聚感染，台南中西区的东菜市拜四甲拜五要来休市，要来彻底的消毒。卫生人员调配好天狗日药水了后，又专人操作无人机，顺着国泰市场的厝顶抓药啊，一届上侪会当抓13公升的药水。这是无人机头一届运用伫天狗日防治，防护药人员克服设备和人力无法度解决的问题。一些污染沟大概长达30几公尺，哦，这些高压水柱的残效水根只能到达10公尺左右。哦，那这个人员上去高度到达15到20公尺是非常危险，而且现在的一个防御水喷的一个水带
大概没办法给予这将近2000坪的一个空中的一个房子作为。这个果菜市场的厝顶有25条扣水槽，天下地落雨了后，积水阁无法度拍到日头。当年来的拢是团平网资深的热点，这个由国卫院网媒中心请三合作的经纬航太公司出动无人机免费协助传谣啊。但是伫出发无外久，竟然就碰到大雨，全暂停。那雨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尽量避免，因为基本上无人机的部分它还是有很多组件会怕水，所以我们尽量微雨的时候还可以作业，但是像大雨的话我们就不建议进行操作。市府表示，虽然雨水也影响到药效，但是也是会当超过半个月，在最近疫情的高风险期是一定要做的最坏，因为高雄初二又增加一个禁瓜以及天高热。台南市是在中西区开山里又搁卡进两例不透型天高热。我们认为地缘上的群聚这个是确定的，地缘上，那至于他们病毒将来去分型是不是真的都同一个，目前因为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好疫情环境判，台南这三例有第阴性，因为三个人拢捌伫咧中西区开山里的果菜市场活动，无排除会有群组感染。市府决定初三下晡强烈清除族群源，初四初五休市，用化学全药的方式来防治。记者综合报道。运送动物的车，照法律的规定是要装卫星定位系统 GPS， 也因为非洲猪只疫情，让委会更加来要求着，只载着外地北来亚的运输车，拢一定要装。为七月开始，若要进入到猪大场，也是霸市的车，若无照规定来装，上当会罚15万。透过 GPS 系统，会当追踪这台运猪车一早4:01为云林出发，5点到跳木场，沿途甲外猪载起，下早9点外来到新北市肉品市场拍卖。每一分每秒时间轨迹都在里面，非常的清楚。农委会要求外地导体、北来个分拆肉品运输车，拢必须加装 GPS。7月开始开闸，8月正式化。虽然非洲猪只病毒目前搁阻挡伫境外，不过万一不幸入侵，有可能会像中国或者是越南透过运猪车来脱开，所以必须要准备伫头前。一旦发生疫情，得当以车堆场或者是以场堆车。你如果没有 GPS， 真的有疫病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去控管，你也没有办法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去追踪到原来到底从哪个地方跑出来的。农委会已经补助全台湾1425台外地导体个分拆肉品运输车要加装 GPS， 个565台在装。这拢都在抢，或者是霸品市场的车辆，若无加装，会往罚3000到15万。非洲猪只疫情嘛，和原本应该加装 GPS 煞无做到的规定，真正互落实。记者林俊丹、碧如台报报道。但镜头看往金门，在金门的特区所陪伴在地民众卖60年啊，除了发展到特产以外，近期也开始转型，加入了休闲观光，也发展到加工品，希望会当辅导在地青年来创业，而且来带动地方的经济。一大群囡仔排规排，驶电动车，准备要出发。鸟木草做回去饲羊啊！园区内底唔那有古锥的羊啊，够正快马场。全新打造的布拉红格斯牛园区，这不是动物园，这是金门县特产试验所。有看到很多小动物，嗯，对，所这边有羊啊，有鸵鸟、牛。嗯，兔子、乌龟、蟒蛇、鸡啊、猴子啊，等等的。嗯，每年都来这边走一走来看看，对。那每年都来这边买牛奶、买冰棒，还有买冰淇淋。金门特区所已经陪伴在地民众一家子，前身是牧马场，主要任务是发展特产。近期转型加入休闲观光，发展特产加工品。园区内底唔那有好耍的、好看的，更加有好食的。今年很好，是我们畜事所60周年，那也就是金门畜产一甲子。我们特别在今年做了一些设施，比如说我们后面看到的，我们有一个农委会这边补助的一个马场，布拉格式的一个园区，那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金门青草地的牛奶盒，多重的选择让来到畜事所是一个很快乐、很有趣的地方。金门畜牧一家子，那中丰湾区打造金门观光城人脉的新景点，畜牧所更加辅导青年创业，希望和在地青年共好共赢，带动在地优质食食的产业链。
记者综合报道。面对着多环条例，在七月初一的时阵，真侪香港民众是冲到立法会来占领着因的机场。特首林郑月娥也表示讲，政府绝对会追究着这个违法的行为。另外，在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也形容着七一占领事件是严重的暴乱，也因为立法会伊的设施受损，未来两礼拜拢未举行着会议。香港立法会头前，资本被打伫遐，一款送中标语大部分拢清除。七月初，伊占领立法会结束，隔两天，立法会周边恢复平静。示威者在撤出立法会之后呢，现在周边都已经拉起了封锁线，暂时关闭。相关人员如果要进入的话，必须要出示证件。而一大早，警方呢也进入立法会来进行搜证和勘验。因为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政府对违法的行为会追究到底，警方规天拢伫立法会内面翕相、搜证、调查，各组缉捕证件的人入去。暗过再去黄之锋以后，就县议员助理的身份入去提笔电，煞被阻挡，伊批评双重标准。咁点啊？建制派议员助理就俾入，民主派议员助理唔俾入啊？双重标准啊！警察接管立法会啊！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早起就来甲立法会查看设施受损的情形，嘛对占领行为提出严厉谴责。大樓是受到嚴重破壞，看到其實就是滿目瘡痍。作為一個香港人在這裡生活了這麼久，是想都想不到會見到這樣的，在眼前見到這樣的場面的。我對昨日發生的情況是感到極度遺憾和痛心。廖君彦指出，立法会大楼的供电系统、会议厅和办公室都有不同程度受损，所以未来两礼拜内无法度举行会议。被问到初一的时阵，立法会内面的警察向红踢踢，是毋是设下空城计？廖君彦是讲，迄当阵交予警方指挥，啊，毋过有学者认为，应该观察香港警察是毋是策略性放弃封闭，让示威者入去，塑造示威者负面的形象。因为我们知道立法会其实是一个所谓在香港称作民主跟法治的一个象征。那么示威者冲撞立法会，其实会造成社会民心的一个可能的一个转移，也会造成这个特区政府的一个打压，进一步集会游行的一个借口。所以我相信这个民众可能必须要小心这个民意的转向。最近收电视发生几多间大型抗争和社会冲突，最后是多元条例议题挑战香港自由的底线。暗过真侪少年人站出来游行，刚互偏向顶处理。学者分析，占领立法会的行动后续伫社会所引起的效应，有可能变作反送中抗争的转捩点。伫九月进行休战期间，有可能阁有无同团体接手挑战政府。特区政府和公民社会将会持续对决，进行民意争夺战。记者综合报道。在中国的上海，在七月初一要来开始严格执行粪扫的分类，由当地的城管执法局派人到人家处以及到商业区来检验。不过，真侪所在是唔知影要安怎分，是杀无脏。干那七月初一天，就开出到600几张的要求限时改善的通知单。七月一号，中国上海开始实施上严格的粪扫分类。该粪扫分作了大的粪扫、淡的粪扫、会当回收的粪扫、甲有害的粪扫，拢总四大分类。严格检测上路的头一天，要是有饭店业者分不清楚。这个是可回收里面混了那个。混脏了。为了彻底做好粪扫分类，上海城管的执法局派出了3600人到主题区、商业区去检验超过4000个所在，开出623张要求限时改善的整改通知单。有部分主题区是有义工在社区粪扫桶边啊进行监督，帮助居民来分类。现在我们家里有4个桶了。还可以，我老婆给我打了一张纸，叫我分类的，就是专门分类的纸。为了帮助上海市民了解粪扫安怎分类，有网友用影片教学，也是简化小程序提供民众查询。更有人用有名的《上海滩》这条歌教人分类。也许能记得快。干垃圾，不管多湿，它都是干垃圾。瓜子皮。湿垃圾，不管多干，它都是湿垃圾。
根据上海市的条例规定，民众若是无按照要求来分类垃圾，会罚零零票50块到200块，企业也是营业单位上管会当罚到人民币50000块。另外，毛民众不管是分类，甲厝内垃圾当到公共垃圾桶内底，目前已经有部分的主题区装监视器，毛义工来固定时间巡逻，阻止甲垃圾乱扔的行为。记者陈世东报道。在南极大陆四边的海冰，这几年啊，洋是洋真多，范围差不多有200多万平方公里，比一个墨西哥搁较大。甲北极无共的是，科学家无甲全地球暖化当作是海冰洋气的原因，即科学家是一人讲一样，无人讲三千样。几年通天拢落雪，下南极大陆这几年洋冰量增加真多，相信咧卫星观测到会当看到大陆周围的海冰快速的消失。Three years, it lost a little over 2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of ice, and that's a little bit larger than the area of Mexico.真心比阁予人真无了解的是，其实1979年到2014年几十年的时间，南极大陆的海冰量是增加的。但是，伫2014年到2017年，海冰竟然大量融去。In the Antarctic case, instead of having a loss of sea ice for the first 30+ years of this 40-year record, there was overall a gain in sea ice. This was very puzzling.和北极的情形不同款，北极冰洋的原因，科学家用要确定，就是全球暖化。啊，不过南极冰洋的原因，各界拢也无共同的看法。There've been a number of attempted explanations, but definitely no consensus view yet.唯一的当确定的是，大量的洋冰会减少海冰反射一头辐射的能力。It tends to go into the oceans, stay within the Earth's system.And heat the Earth system up. 科学家烦恼讲，洋冰除了影响南极企鹅、海鳥和海霸等等，也影响住伫咧冰层的微小有机生物，进一步为整个食物链带来变化。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有梦上水，希望上水。公司台语台全新的节目《青春咱的梦》，明仔暗时10点就要来播出咯。分享到少年人为着梦想打拼奋斗的故事，今仔下晡也召开了开播记者会，特别邀请到金曲歌王罗曼阿迪，以及到电竞教父徐文斌来徛台，分享到因的青春美梦。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的得奖人罗曼阿迪来到公司台语台新节目《青春咱的梦》的记者会现场，分享伊的青春梦。一般咱咧讲的话，其实词汇真少，但是我努力去找足多足多台语的词汇，来学台语更加文雅。所以做啊到即阵，我感觉我选得对啊。因为这个母语的歌曲里面，我找找到我自己。不然金曲歌王来为新节目站台，台语歌手徐文斌也分享他少年时就清楚自己要追求的电竞梦。有人说你做你的兴趣的事情都没有这个退休这两年，你可以做到你走都可以，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罗曼阿迪和徐文斌用自己的故事鼓励少年人要勇敢追求梦想，如果公司台语台专心制作的节目《青春咱的梦》，就要带大家做会了解每一个认真为台湾这个土地打拼的少年人因追求梦想的故事。家中文化结合街头舞蹈，铁树地文化艺术团队气势十足。在因少年人的生命中，舞蹈传统文化和流行舞蹈的梦想。每礼拜三暗时10点，《青春咱的梦》邀请观众做伙甲青春做梦。因为青春，所以有梦。记者洪明金、陈冠达台北报道。在彰化早冬的稻啊已经开始收啊，不过在内埔的介绍却是大波，连这的牛乡也拢无爱收。搁在这过两天天气预报就讲连绵就要来落大雨，农民是会烦恼讲这三个月来的新片就要来放水流。行政院农委会的农牛署也表示讲，今年的公牛会照各地头的产量搁加收10%，另外也会鼓励着民间来倒塔。
烦恼伫要修行的在来米，恐惊伊介绍会崩盘。中华县政十号在来米的农民和民意代表，也够县长，初一伫咧中华秀水和平社区庙埕前表达心声。丰收啦吼，所以吼，咱介绍吼，啊，即正歹，佫无人要收吼，所以吼，大家啊，看得到，咱大家伫遮咧拍车啦吼，咱农民农友吼，非常辛苦，啊，损失非常大。因为这几天的天气预报可能会有超大水雨，农民无愿意收麦担枝啊，开始家己来拍枝啊。最近有可能阁有好大雨的产生，产生了以后，有可能咱的这个稻啊，伊就阁温落去，那会造成咱农民哦失收。所以希望讲咱的政策如何可以扩大来这个公粮收购，产量加10%来做收购。公粮仓库在经收这担枝啊的时阵，若有风干的问题，我们会随时来做。苗米局表示讲，去年在来米计销好，今年彰化县种植增加700公顷，产量增加，计销率大落。淡季啊，每一百台斤的收购价对去年的960元，落到今年干那剩710元。彰化县长王惠美呼吁农委会爱管控源头的鱼仔场，才会使避免这种状况。苗米局表示讲，政府干那会使发出预警，也毋过袂使强买禁禁。目前先以协助农民处理旱季啊收购的问题为主。记者综合报道。自7月到11月是红龙果大出的时阵，因为真好价，大家拢是拼性命争。目前家己火龙果的平均价格比起去年同时间点佫较低，也因为季节特别高温啊，家己得关的农民也真烦恼。果菜市场内底，四界拢会当看到一档一档的花龙果，因为即马拄好是花龙果大出采收的时间，啊，不过嘛，因为产量收济，介绍转来去受到影响。这件代志嘛，让种花龙果的农民感觉真操烦。价格都比去年还要差，这样子。对啊，因为今年大概这个时间，暑假这个时间都是盛产这样子。这个产期，一礼拜所以讲，吼，大家若拢要抢价来讲，吼，挡袂掉，吼，一定。拢总交出来，交出来就是市场消化不良，吼、哦，消化不良就是大家会消价。花龙果算是经济价值较悬的农作物，为着避免农民大量来种，家己县政府去年就继续用收购的方式辅导农民提高品质。啊，不过因为大出带来的败价影响，县政府嘛提出应变的措施。我们嘉义县政府目前也没和台南这边啊，目前已经大概有20公吨左右的一个量了，然后那我们也现在一些协调一些台北有一些做制作果干的这些所谓的贸易商，他们过来采购我们这边的一个火龙果。处长表示，目前花龙果伫果菜市场的平均价格超是15-16元左右，甲去年同期比起来，确实有较低，所以县政府会继续用加工啊，个国内行销的方式来甲农民倒卖，看会当降低因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南行公路为台南玉井经过高雄甲仙到台东的关山，拢总有203公里长。不过在10年前受到莫拉克风台影响来拍断啊，在公路总局去年会拍拼，每年高雄的桃园会当到天池，有机会会当来通车。一大片崩塌的路段，几片粗陡的山谷，这是台湾第三条海管公路淡海公路。过去因为真特别的观光资源，沿路有温泉、瀑布、溪流、国家公园和桑拿游乐区，不是不少民众真介意的观光景点。但是，就伫10年前，一场莫拉克风台，煞造成淡海到即阵搁咧进行真艰难的复建工程。东段其实也已经做得蛮好了，现在目前可能还要努力的就是说中间的从。那个天池到向阳之间，特别是崖口的大崩塌这个部分，还需要努力，因为它的那个不确定因素比较大。南海公路是伫民国57年7月开工，61年10月全线完工。对台南玉井经过高雄甲仙到台东的关山，全长203公里。施工的过程全部以人工挖路，迄当阵造成116位工程人员罹难。2009年莫拉克洪灾了后，南海又长寸断，了后几冬又搁小电线断掉超大水河，干那梅山到向阳路段到今年的8月7日都封闭满10冬。即马随着西段进入中期工程，陆续完成原泵坑复建。比较严重的话，我们右明隧道
那比较缓和的话，我们会用那个上边坡挂网直升、挂网喷浆这些工法。如果是小的石头下来，我们用那个拦石网拦下、啊，然后用告警系统。公路总局表示，目前南环已经会当对玉井潭甲梅山口，预测今年若是无伤侪大水河和风台，年底高雄桃园的天池就会当通车。天池到向阳路段是期待会当在民国110年年底进前有条件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来看气象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为27度到33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为26度到31度，北部地区为26度到32度。咱来看外岛。27度到32度。新闻的最后，带您来到东京看忍者咖啡厅，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嘉豪，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